今天开始来关心家己企业消息。为了展现创新跟发展各地民生乐观应用，经济部特别汇集北韩具有创新特色的研发成果，甲家己市政府共同在今仔日12月1号起，在经济部家己产业创新研发中心举办为期4天的成果展示，并且在今仔日由萧万长副总统甲家己市长王炳辉共同启动开幕。福建创新伫家己办行建快新高点开幕典礼，萧万长副总统莅临启动开幕，甲家己市长王炳辉以及经济部贵宾擂鼓启动。生有活力，科技要经济，一经启动，启动更预见创新，百项研发成果就在嘉创中心，就在嘉义。舞台上120寸荧幕播放的是我们无菌包装设备。副总统萧万长在致辞时表示，在主题展览区部分，分别以食衣住行、娱乐、服器为主题，展现以人为本的创新应用。让借这个中心的成立，然后来整合产官学研，各方面的这些研发的成果，然后带给我们这个在地哈，就是嘉义南地区。大家中小企业可以有一个研发或者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我觉得今天的成果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涵盖面很多哈，衣食住行、娱乐都有，还有加上我们医疗，加上机器设备、机器人等等。特色展览区部分精选德国 IF 核种产品，展现特色创新生活化应用。叫 UPS，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辨识外界的声音，然后就是做出跳舞动作，这是一个旋律辨识的一个技术。日内瓦发明展有得到银牌。在地厂商区发展家己地方特色产业，呈现地方特色研发成果。教育是一个长期要才能看得到的成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创新，其实这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多元。从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可以激发每一个人的能量。再看看我们所做的这么棒的成果，所以我们呼吁大家一定要一起来。活动体验区透过体验，提供民众实体感受科技甲民生的结合。经济部家己产业创新研发中心在今年6月开幕启用了后，落实在地深耕甲产业创新发展，使大家己地区有机会伫保健、养生、精密机械以及种植农业方面，发展成为台湾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根据。最新新闻，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